我是太阳。新赛季推了这件紫皮的视频终于曝光了，相对于原画还原度是非常高的，尤其头上这颗大宝石也太亮眼了吧，千里之外还没看见人，就先看见一颗黄色的宝石在跑。这难道是图图寻宝记？腰间的红宝石匕首做的也是相当细致呢。还有新紫皮，我们的鸟儿也有头盔了，整体设计好般配呀。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都是鸟叫吗？确定不是鹅？我的天哪，不知道这是不是玩意大大留下的彩蛋嘞。先看一下实战效果吧，皮肤细节做得非常用心，衣服方面的花纹与纹理，芥末大大辛苦了哟。不过从背影来看，为什么有一种呆布的感觉呢？是一台错觉吗？头上的宝石在游戏里也是特效拉满了，竟然还发着光，这是不是有点太显眼了呀？话说在游戏里这个鸟儿会不会叫呢？游戏里的音效美感，总的来说呢，这款皮肤特效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没有抽到这个的宝贝们不用担心，既然欧皇当不了，当一个干爹也是不错的选择嘛。那宝贝们做好新赛季爆肝的准备了吗？赶紧看来，先看完你。